观众大家好，现在呢是我第二次要抽魔化黄虎生的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好来啊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拜托啊，一抽入魂啊，没有。没有，好像不是很意外哦。来来来，礼拜四抽啦，礼拜四再抽大哥啦。如果大哥出的话，好，好，来第二十抽。阿玛、斯特朗、旋风狼炮没有，好，拜拜。我觉得没机会了，我现在就九十抽。哎，我今天这么忙，我今天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不给我嘞？第三十，小鸡鸡抽不到大鸡鸡，可是太大，我那个星数不够。哇！哇！我们8月15号才刚分啊。哎，没有加发数哎。完蛋了，我觉得这次机会很渺茫。第40抽了，没有。我当初抽到春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要50抽了啦，快没了啦，啊！哎呦，我不敢按了。我钱都已经缴给建商了，靠腰！毁灭吧！只要真的出毁灭，我真的会杀人哦！沈妹，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使用鼠痕血咒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躲开？三四五。一二三四五，第五个，二三四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歪，歪到怎么歪掉怎么办？我要哭哎、欸！先喝口水。我不敢按我没有十字印可以抽了，我没有十字印可以抽了，我按了哦，拜托中吧，干，这游戏不好玩，我不想玩了。我记得我的建设好像昨天才六星哎、欸，我记得
我记得我剑圣昨天才六星，你他妈的，你现在给我剑圣，你们说歪还真的歪啊！哎，乌鸦嘴，这样子我不再抽下一次，我没办法抽下一次啊！我记得昨天是陆府的剑圣又哦没有陆府剑圣。对啊，我们剑圣快六星啦、啊！我不想玩了啦！我不想玩了啦！差两颗魂石，那我今天跑剑圣干嘛？啊？啊？好累哦！如果你慢出来了、啊、如果你一慢出来了，那我就溢出来了。靠腰，真的是很靠腰哦。哦哟，这力量又回到了我身上。你看呐、啊，你看呐、啊，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你给我一个朝庆我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给我一个我没有的嘛，朝庆嘛，对啊，你给我朝庆会死吗？哇、哦，早知道不要开了，早知道我今天不要开台了，我今天那么忙，我重训，我11:10的到家，我满心期待开台要抽魔幻黄符神，我累积了两个礼拜的量，10进90颗。你给我剑圣，你给我有的，你好歹给我朝庆嘛，你给我没有的嘛，很难吗？角色这么多，你就给我，没有时间的啦，各位，已经20号了，明天就没有了，明天过夜就没了，可怜呐，我真的哭泣了。好，第60周。那女生跟你说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，然后你会被拒绝，但像噔噔这样子，哦，噔噔这样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对不起，哦，不是恋爱，是告白失败，对不起，就跟告白失败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就噔噔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就是魔幻黄武生不喜欢我，对，他不喜欢我，对，没错。像怎样？像是那个是不是？好啊，都这样啊，没关系嘛，就那个啊，好啊，好嘛。像你网络都欺负我就对了，没关系嘛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嘛。怎么与我在一起13年，突然发现对方好像变成小孩啊？啊？你认真？艾斯，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啦？艾莉哦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怎么了？像是有还是没有？我要重开吗？我要重开吗？哦，有了有了。啊，是怎样？真的假的？在一起13年，然后你女朋友好像变成小孩，是怎样？空白哦。但是有还没有啦？我有收到吗？我收到什么？抽卡历程，刚刚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好，再来第几抽？第80抽？第70抽？哎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加油啊 ，Kent。看来是没法度啦，没法度啦。吃了啦，吃啦！你问就是吃，你问了你就吃，好吗？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你就吃吧。顶多再去运动嘛，像我今天晚上吃麦当劳，我就马上去重训，今天还练腿，还深蹲一下，对不对？深蹲救台湾。但他已经出过了，没有啦，这个太难了啦，这没办法。
这真的没办法，太困难了啦。救命啊！没有啦，怎么办啊？我反而想抽真影，知道吗？没有了啦，早就不要抽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他妈的这边花下去还没有中，我真的会哭欸，我只是十抽而已欸。真印呢？不想抽真印啊！你们不好奇真印强不强吗？我蛮好奇的。嘎嘎！哀嚎哭泣吧，哀嚎哀嚎一下吧，都已经五趴了，这一定要抽了。我想一下哦。这一定要抽到了，差一颗，差一颗怎样啦？我就问，真雷真音，高野山上的男人呢？单抽了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像换剑也可以啊，先单抽好不好？素魂血咒，神妹，你为什么不勾开啊，神妹？神妹，会不会等一下出风铃声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一定是这两只其中一只，应该已经歪成这样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神妹，神妹，不是神妹，是神妹，不会啦，第一次歪过，第二次已经不，一定是这两只其中一只了。有了，好紧张，直接就来了！哇！十只黄甫身，凭信罗侯的无方天力，被困锁在这一副残破的肉躯里，你又是什么人？高潮了，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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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。今天这样值得了，虽然花了100，快要100了，值得啦，值得，值得。那个剑圣不值得而已，剑圣到底是从哪小的？开心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我相信，感谢 OCC Demo T R A B A I S， 感谢感谢，谢谢招婷，谢谢谢谢。Kent， 感谢 Kent， 我有看到你留言，还没有回你而已。哎，谢谢丫丫。神妹，你为什么不给我开啊？神妹，算师兄，是我自愿的。啊，神妹啊！好，看一下哦，好爽哦，真的抽到了。真印什么的不抽了啦，什么真印不真印，直接拉满了啦。这个帅哦，你看他哦。我和你共有霍庸的记忆，共享着暗星罗侯的力量。我唯一没有胜过你的，就是冰帝先选择了你，所以你成为幽冥之界的主人。不算，如果照我的话，只有霍庸、冰帝，然后跟什么，像英熙跟杨环。然后，总之，我画黄甫生呢，应该会把它开满的。
因为他有些招式真的太好用，你看这个素文血咒多么地狱啊！招式近战攻击对战中发动先攻哈，然后每回合触发一次，每回合触发一次先攻。那战斗开始的时候，那种友方存在这个风铃声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树魂状态。那这个树魂状态是携带你的植入的 buff 的时候呢，遭受到致命伤害时灭除死亡，可以触发一次哈，然后恢复30%的气血。那、啊、你的风铃声不会死去哈，不用担心。但是这个就是有点祭品的概念呢、啊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总之呢，这次抽到魔化黄符声的，开心开心。